要跟你说什么？你们看到我那个眼睛啊，我刚刚做好了，特不特别、啊？因为我的眼睛呢，不说我，因为我们的老花眼睛是蛮重要的，因为老花眼睛呢，很多副随便啊，哪里有哪里周围放的，所以我很容易呢，啲都很容易断的，所以断了咗之后呢，我自己就弄好了，我不用长期了，用我有视频要教了你了，只不过我提下你，我整体弄这个弄出来了，你看，这是我从锁的锁带。为什么我坚持点点那种东西呢？就是就点点点点点点，我放的胶的，因为那边不那都不用，那都不需要，还放点点那个部分，大耳朵那部分很容易，因为我们呢出汗水啊油啊，很容易挖下来挖下来，带上个头度，咁啊挖下来。可能有些人对那种胶呢种敏感的，你自己要注意咯，如果有敏感的我不可以用这个方法的啦，我知道你自己 try 啦哈。嗯 OK， 我另外一个 design 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呢，我的 design 呢就是那个东西，那种呢是一种aluminium 那种铝的纸一张张的，铝的纸呢，为什么我要包 一层呢？如果你不包它呢，当你烘的时候很容易这个黑料啊黑料变成好像因为太过热了，所以你包多两层，你就包住了之后你撕出来将这里包两次啦包两次卷卷出来之后呢包，然后呢你最后呢我教你怎么运用一种 DIY 啦哈。咁这个是铜线来的，是我们的钉线夹出来的，因为用一种铁线呢很硬很难抓住它，所以我教你的 DIY 就是一种铜线，我们的钉线已经有的了，里面有一条条的小的，我要怎么弄啊教你。因为什么都教，因为很难说，因为你们没有做惯呢，就不知道，说给你们听呢，也是很难懂的了。我知道了 ，OK， 咁你怎么做了哈？就是用这个，这样捆起来，咁啊，捆紧一点，因为它烧的时候呢热的嘛，如果你唔弄住它，它整个吞出来的，就是这样啦，用这个呢。老紧了老紧了老好做这样怎么剪呢，烘它呢它就不会烧到黑了，很好很好，你试一下 try 一下，我怕你们没有两个嘛，如果你没有两个也是麻烦嘛，就是用这个方法啦哈。然后呢我另外教你另外一样东西啦，这个就蛮重要，就是这个了，因为我最近呢我又觉得很麻烦，因为用一种什么电筒呢，手电筒呢，即是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放在哪里嘛，对不对，所以大小小电筒也可以用那个 design 放一个夹子在这里，我有视频教你们的了放在这里也可以我另外一个 design 就是这样，那个小电筒啦，那个脚的那个手电筒脚的，那我怎么教你做呢，就是也是运用这个，如果你烘东西好像要他帮手的时候就拿出来咯，不要了，要不要的时候尝试次，你夹在一边卡在一边，好像呢我卡那边了我譬如说我准备好像因为你要灵活的嘛，不可能周围你有一个东西你放也是麻烦，这个东西是蛮灵活嘛，你放哪里都可以你怎么固定它呢也是用到这个了。当我们呢用的时候，可能那种松啊东西那种是呢好像我们呢其实很容易买的，我很怕最近你听了一种我们睡觉做鱼渣的那种铺着地下道做鱼渣的，软软的蓝色红色也有了然后呢你真的买一块东西比买一个蛮便宜，还有我教有视频教你的，教你们做一种鞋垫做了之后哇，如果你做你锁地方烂的地方哇超保暖的，不知省钱这么简单所以变成呢我就跟你说
变成这个东西真的，你买一卷做瑜伽那种书的地毯那的个，咁啊你试下买了又可以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，何必多说？你自己 design 啦。OK， 就是这样啦。譬如说那个很松啊嘛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卡得到噶嘛，咁啊掉下来嘛，啊就是这样啦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。呢度、啊，如果你个太过松嘅，哇，你知道嘛？这个都可以包啊，你卷多点啦、啊，卷啦、啊。譬如说，它小嘅咪卷多点啦、啊，这样就可以啦。那你看，如果哇，譬如说我去到哪里啊，我譬如说，我去某个地方也可以。还有啊，我现在我没有化妆，我不出镜，爱美啊。OK， 还有啊，我有一个新的发明，我做了啦，就是用那边白色的、复的，我做了视频啦。今日带。用钉丝子钉钉着个头度，系咁转住它，啊，转住它，好像，哎呀，不要转啦，迟一点你看到我视频怎么做啦，啊，转住它，戴住个头度，咁啊，然后咧，嗰个钉筒咧，戴住个头度，这样就可以看啦，你知道吗？好方便啊，那个头，啊，戴住个头咁样，我嚟做东西，一个人就可以啦，我有视频。甚至没有放出来，迟一点点。哇 ，very good！ 嗰啲什么灯？因为嗰种灯咧，就周围放两次一个地方很麻烦。咁啊，呢个东西咧有呢个帮手咧，你夹住哪里也可以，譬如你做手工也可以啦。啊，好像呢、这个啊啊，我去某个地方，分去某个地方也可以，因为它比较大，大家周围夹住嚟，咁你又不用麻烦到自己一个东西，哎呀，很麻烦嘛，嗰个东西周围放，等一下唔知去哪里嘛，嗱，呢个大大噶。很方便啦、啊，哎呀，好不好用？那自己看啦、啊，哦，我很强气啦，希望你们喜欢啦、啊，好，拜拜。